现在可以了。出圈来得好早哎，不会有声音开完了吧？哦，开场继续，下来好一些吧。这个穿白衣服的叫那个嘎柔拉措，后面那个是，哎，考错了。中间那个是拉错，后面那个是曲拉，还有一个是，第一个是，你们看到了，还有西南巴西。
个粉色好看，对，有点。认识，非常早，也不是非常早吧，应该三四月份吧。我拍他比较多而已。今本来就搞去玩嘞。Thank you.
种情节那么只想着光背了才能记住更记得最左边那个叫曲拉最矮的最小的那个叫曲拉没来吗？
联系，邓紫要联系他们吗？不是的。穿的颜色一样的，有点像，有点。好，那个卓玛的卓玛两个。
家教关系最好。哎，跑去了，哦，他们在一起，对，他们要站在一起，好像是，他说他要站在那个德国那个几个小朋友旁边。我说你可以啊，反正你们能够挤下就挤啊。看把他们站了一排的。送花的时候也方便，先送他母娃，我那个就不错了。然后后面五个小朋友一起送。创业嘛。
里了，刚来了，刚来了。我猜哈他，哎，他没直播呢。那么晚的时间还开直播哎？
可以录上来了啊。
好啊，我香港带啊，星期四的嘛。啊？没带，先现洗。啊。你家那个要叫他陪他写作业。今天天冷了。这个应该七分钟吧，三分钟。啊，三分钟。应该七分钟跑步的装。哎，如果有个是裸跑装，三分钟。对对对。这个七分钟了，四分钟了。我们都跳起来了啊！你在哪边？这叫筷子，他们三个要高，走马出和雍正还有丁，还有那个林卓，好像在一般在一起。
这小的就是有点累。哦，就是要换要换了。我清洗可以啊。那个拍出来的效果不好，2.8我觉得2.8就够了。比较长的。还是2.8拍出来的。小拉也来了，永错后面的，好久没来了。他以前跟那个邓普和、齐面桥跳的比较多，齐阳宫也跳的多。说话的还没来，也有点干哦。请坐，明天给他送。
下午了哈，就也冷了，就是车子今天都不想咋个突然一会儿降温了，哥，哎，兄弟，对啊，就清楚那个没来两个，两个小朋友都没来，两个最小的，稍微五年级和三年级，那个喊明天送嘛，明天送不一样，哎，接下来，那个老婆啊，老婆啊，老婆啊，老婆没去，老婆，哎，老婆。来来你手机？我也拍了一个。你手机没直播？你没开直播吧？找了两回来，等会儿再喊他打回去，明天送。哪个的嘛？是一个清楚那个两个小娃娃没不清楚。哦，两个两个。对。第三个有，第三个都要送。哦，今天那个清楚完了。他们的联系方式，我想他们每天晚上都来嘛，两个基本上每天都会来啊，妹妹和还清楚两姐妹，居然没来，因为我没有他联系方式啊，还有微信都没有，这小朋友怎么有微信嘛？其实他大人有。用错在等一下，在那前面有个那个穿黑衣服的那个，这个你就是还是从那个蓝宝，哎，后面那个嘛，蓝宝，对。戴口罩，他们是一起的，四个人就干脆一起送了，然后明天两个单独又送吧，就再做一个就完了。
过来，推过来，用板车推过来。他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吗？你看雍州高还是雍城高还是走马，走马都走高。赵小璐在外面直播，这主要是要跑，要跑就好了。啊，是。
中间嘛，我们他们四个一起，这个一起出了，然后多了一个明天在放中间就可以了。人民笑就说话，要来看。小哥的名字叫是置顶吗？我靠，手机没电了！呀，我靠，手机马上停止直播了，没电了。我那个手机马上变成零度的半自动关机了，马上自动关机了，这个相机。成5%，我刚刚没注意到0%呢，差点自动关机了。置顶的吗？置顶的有说那个名字啊。最后一个没问他名字，就是没问了，因为他本来是送，本来三个加两个，这个没问。
前几秒钟，十多秒钟。吃完了，十秒钟。二十秒，三十秒的样子。这个青果酒，青果酒，他学来了，他学到口罩，他学到口罩，因为就扔不到了，是吧？首歌曲还两个没来，青楚和他们两姊妹没来，就德国和那个另外一个小女孩不知道叫啥名字，我去问一下。问一下，Thank you.
果有点长，四分多钟，放完刚刚合适。这随机随便放了，好像带中选的意思。就结束了。为什么？唯一你会跳，可能啊，你会跳这首舞，这种舞会跳的话，所有舞都会跳。奖另外的奖，嘉奖的奖。怎么说就搞怪，你看嘛，不知道是在那儿不动吗？那个，那搞怪哦。应该还有一首，在那个开始跳的比较晚，这个小朋友跳了一个小的，一个小的，非常小的。三岁。两岁嘛，也三岁啊。Thank you.
醒了啊？九点半？哎，他们跳一首就结束了。九点三十二。这个俺不玩过那个，加加两个刷最好了。硬座是亚江的。最小的五折。好小哦，刚刚被走路。林总正式回来喽，他回来那个开始工作了，他在创业嘛，对，整个人生。刚刚那一首是整个人生。小孩子叫娶啦，好久没来，好好啊。
没有了，你们还站着干嘛呀？才来，快等一下！姐，还有吗？姐，哎，他，再说姐还有吗？哎，你们走了吗？哎，你看那个，一来过另外一个朋友呢，另外一个他走了吗？咋不说？那个是我的白色的。哎呦，啊，那另外一个不在了吗？哎呦，哦，还有个，你们十个人嘛？哦，对对，那个嘛。哦，对对，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叫许佳，你叫许如燕，对不对？许如燕。许是哪个许？温柔。啊？温柔。温柔。温柔。许温柔。哦。双人许温柔。哦哦，好嘞好嘞，就是没不知道你的名字，然后他们都知道，都知道，都是那么都是韩国朋友送的，他们有粉丝团送的，对对，韩国一个。我不做抖音的。我不知道，他们不是抖音，我们是在 YouTube 上面的，国外的，都是国外的。啊，谢谢。他们没在国内。啊，谢谢。这是韩国的朋友送的，好。好，拜拜拜拜。这儿还有一个。然后我给你。加油！他们是，你们是最年轻的，最后起之秀。你们还在读书吗？是吧？对。你们没有读书。哦，但是他在这学校小学在读啊。都我们都没读。都没读啊。对。要上班了吗？没有。我们只是中午学课，有时候在家待着。我的手机。
许巍哥对。我看另外一个组织。棒棒糖。好，给你。而且他们装了几个那个，装了这个玩偶那些。等一下。你瞧好啊！哈哈。你东北的。我呀，再唱一次歌吧。抖音也不是的，他们打光圈的就很清晰。哦，这种，都不用，要阴影一点的。对啊，都清晰的很，都不需要那个。这个微信没有微信，可能在一会儿。再热一会儿，不要热一会儿，五成了嘛？怎么？5成。拜拜。好，你是没有意见的，还是要？哎，你狗呢？啊？你的狗呢？今天我没开车，相信。没带。你们住那边吗？啊，我也会住那边。住那边了。住那边住吧，花果店那边打车算了。拜拜。走吧。这里面有啊，这里面有棒棒糖啊，什么？里面都有啊，有泡泡都有啊，都有。拿火，我们本来回去直播嘛，哎，没有什么东西吧？我手机在这儿啊，对。想应该还有什么东西，我今天没开车吧，养成习惯了往那边走，往那边走，车停车的位置。他们不玩抖音啊，有一个叫一个在玩抖音，是那个曲拉在玩抖音，他还关注了我们。Hello。今天曲子没来，知道吧？糖果那些，你巧克力那些。来，我帮你拿。帮拿，怎么拿掉了？来啊！我打开嘛。大声摆一下嘛。有个夹的嘛？把拴一下。拴一下嘛。拴一下。这不是，就这样啊，哎，就对了，就对了，这就对了。个绿吧，巧克力，巧克力，